啊，录制结束，辛苦大家，谢谢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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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走走走走走，哎，我们把那个下一期的节目单对一下吧。哎，那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行程已经结束，主题有没有什么意思？你觉得这个味道不是很熟吗？很熟悉，跟可兰姐带来的泡菜味好像啊。对啊，可兰姐，于总的泡菜是你给的。 都别挤在那儿了，可兰今天入职，带了泡菜、卤味，还有腊肠，在办公室呢，都去拿吧，人有份儿。谢谢可兰，谢谢可兰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。你的泡菜是人格风。我别让他俩说话了。 办公室开会，周兰，等一下。于总，可兰现在是节目组的成员，不是吃什么的。你以什么身份让他等你？以赞助商的身份。那赞助商的事宜请和我谈吗？有什么事儿说。于总，你有什么公事就在这儿说吧。 我们都听着。现在没事了。